Yo， 欢迎来到吃货多吉，我是你们的 Dokie。 之前有做过一份 Xpark 一日游，一张门票550元，沉浸完水生馆半日后，接着车程5分钟前往香港煎包。超厚的香港煎包，使用的半煎炸，拿到手上都能感受到重量，里面满满蔬菜虾仁半熟蛋，七夕月一个虾仁口味。老板，你确定这样不吃亏？下一站前往阿美米干，在这米干以及站区的厨师小眼。一碗70元臊子米干，70元木瓜丝，60元豌豆粉，也算是有到过龙岗来朝圣。来到桃园八德霄里大池落羽松，名园，全力冲刺一圈不用10分钟。消费完毕，直接逛逛興仁花園夜市。本来打算大开大合施展拳脚，才吃第一家直接塞在这家猪血糕，连片糕都是技术活。我个人好奇，老板不戴套，难道不怕火？我一定会再回访表情说明了一些吃货多吉，大家到这边记得是好值得的一天呢。Give it to me like...哟，欢迎来到吃货多吉。今天我们要前往桃园一日游，白天我们去 Xpark， 晚上去桃园的興仁夜市，中间还会再穿插其他的行程，我们就前往出发 ，Go！找到了，所以先来附近的 Seven 先吃点早餐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幸运到了 Xpark， 现在就要进去看看。
们在这边休息一下，而且大家都还蛮守规矩的，口罩都戴好，甚至连小朋友也是，而且也没有很多小朋友是那种很失控的，或是他们会跨过一些警戒线。看我前面就是刚刚我们创作的一个画布可以画的，那这边就是很多是寓教于乐以外，也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你去做体验，然后去有一点参与，利用一些 AI 或是一些科技的方式。呈现给大家，我觉得这边呢真的是很日式。然后我们最后呢要来到出口处，这边有一个餐厅，毕竟我们是美食频道，所以也带大家看看他们的餐厅是口味吃起来怎么样。我们特别点了一杯饮品，还有一个餐点，我们带大家看看它的价钱，还有它的美味程度如何。来到他的用餐区的，可以带大家看看，反正就是日商有跟他们合作，所以整体显现的就是有木质调，还有他的一个大海的风结合下来，很简约以外，就是很日式风。那他的座位区，我觉得用的也很舒适，除了有榻榻米，还有一些是感觉是让你只是纯粹依靠休息用，而不是可能你要坐个10到20分钟，像我这样子，我是要等下一场的一个活动。我们有点他的餐，这杯呢是120元拿铁。
是不是有企鹅的味道？屁，没有。标志他们的色调跟他这个就很像蓝瓶咖啡 blue bottle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对不对？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点模仿感，但是毕竟人家的 logo 就完全不是。可是就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如果来这边消费当作是为了这些动物们要维护的人事成本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。苹果派，我看到他们的苹果派，我其实是蛮想点他们这个的，不是想点什么企鹅造型的包子啊，还是什么，我就是比较想要吃这个，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就对了。这个的话是一个80元，里面是走千层风，它最内层这边应该看不出来是有苹果馅，可是在非常里面，也没有说馅料很满的那一种状态，顶多我觉得只是给个味道。它比较好吃的还是属于它外面千层感这边。听的人还在点餐，其实大家很多人，我觉得试一下它餐点的味道。要说它贵吗？也不是特别贵，但是我觉得整体下来可以接受的，在一般人在几个边缘，我们要进去看他们的秀。感觉要来看一下哎、好，那我们还是准备要回家去休息哦，大家给准备好。
Xpark 最后的展区我们也逛完了，我们就要前往出发下一站，先去觅食。Let's go。谢谢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有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刚刚可以大家看到的大佛是它的附近一个。很明显的一个地标，这一家是叫做香港煎包，直接搜寻香港煎包就可以了。在网络上的评价算是蛮高的，在4.5颗星以上，而且有不少则评论。台北的都是这样，我觉得它这个臊子没有很爱，如果是台北
面的话，我觉得赵妈妈的臊子我还会比较喜欢，错怪她了。然后没有半开，没有吃，那他做70块比赵妈妈划算，因为赵妈妈是完全没有肉。刚好就是，咖啡味很重，反倒是普洱就是只有淡淡的味道。吃遍整个夜市，才吃第一家就被他整个吸住了。到了行人夜市，我们告诉大家这里面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店吧。Let's go。桃园八德興仁夜市分为 AB 两区，这里的小吃看起来都很有特色。興仁夜市啊，我算是第一次啦，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，跟着我走。我想要吃看看这个。介绍的第一家就是它。老板，我要一只猪血糕。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祖传三代的哦，要辣还是不辣？微辣。微辣。香菜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上三大手做猪血糕，老板坚持纯花生粉，让我欲罢不能。还蛮糯的，跟我吃到的猪血糕不太一样。这家猪血糕会特别黝黑，会将米打碎与猪血结合，是糕的口感而不是猪血米饭。老板都是热情的微笑对待客人，所以忍不住就。抱歉各位，我又失控，再买两只好不好？一只只要40元。除了三代祖除外，连片糕都是手做技术活，所以每只形状都不太一样。你来必须尝尝。详情说明了一切，吃货多吉服务大家到这边，今天又是好值得的一天了。